嗯，啊，这简单呐、啊，我有办法能解决。你什么办法？你呀、啊，心术不足，败术有余。嗯，哎，等等，我哎，嗯，哼，既然对我这娘无信心，让看看你娘不。如果你好，我带你找你，我要跟你讲呢。我是要来看我娘。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讲先？啊，你那娘真好啦！你三姐怎么跟那里个红胎嘞？是不重要啦，我今天要讲的这件代志较重要，是天大的秘密咯。什么秘密啊？哎、欸，你敢知你表兄录音根本就无你家用那下，伊对你足痴情的哦。为了这么多啊，恭喜阿姨，你要做的事情你都拢看不到啊。我最后的心愿是希望会当亲眼看你和怡芳成亲。好、哦，罗英哦，是对你做痴情的呢，连我嘛听到足感动的哦。伊是咪，但是要让你幸福，让你快乐。把我下去对你的爱，爱你给我们表兄什么份啊？为什么咱都不知？为什么还没有讲？嗯，你把咱也未办呐？哎，你是不是有点介意？我是，你就是我小心爱的。哦，那安尼就好啦，再挂了。嗯，啊，等你无经验讲讲。一度转起头昏，怪是有娘话，已经离开出来几日天了。伊是走去倒位，我拢无甲伊讲一声。我出来去问厝边隔壁，就只个有法度探听老大哥甲杨姑娘面的去处。老大哥，杨姑娘，你是走去倒位？知影，伊娘们到底是去倒位啊？不过有人看过十二少，真紧来过家。十二少，老叔哟，伊跟老大哥哪有什么关系呢？要不讲，十二少唔起来过一摆。老叔哟，是真怪你囝。你可对我讲，杜大哥，你一天看到行李，可算是小动静。自从那一天开始，就无再看到罗英的形影。一时间都输了，咱再去点办？阿妹，你是讲杜大哥伊？你去点办？千真万确。你到底在想什么？
进来啊，这是什么宝贝？如果来面拍开就会知影。什么物件？义父，请看，是一对的鸳鸯宝剑。下来，我看。我无醉，我要搁啉烧酒。
你先放下牙做证据。不爱啦，我不爱啦，我要在那家等。你在等什么人？你等我一生啊！你一生也在这跟我相会啊！中代数，一去死父母，搁会撇翁，你袂用得搁再想，你爱甲伊放袂记。阿娘，我无多人将伊放袂记啊，我个伊是死袂记嘛，情到以后，又搁是父母祖坟。我有点这个无知，我也无过跳舞裤，我今晚又搁不知伊在倒位。我一生，你叫我哪会袂想你？你叫我变哪叫你放袂记啊？我一生。提起回仙了，你看，全家的人拢在看你一个，你是师尊的，你是山林的财主，你今仔日变成安尼是成何体统？当了家世代高官，每一代都无一个平易之地。你还搁再为着这个查某，我是感谢最羡慕你。你还搁再安尼计较落去，我再羡慕了你家己的功夫，也够为别人可惜。你敢对得起咱六百个爹操的忠心？敢讲，你要喊我这个官僚，一样都不敢低头。阿娘，永不落。
远方。